张九泰如何收复小龙第一天。问问老师啊，我给你鞠一躬吧。干嘛给我鞠一躬？给您合作呀。啊，很紧张。您别紧张，很兴奋。哎，您别别别啊，因为很多情况下我插不上话啊。第二天，愿跟你老师合作。鞠一躬。很多朋友啊，在微博上圈我，给我道歉啊，觉得我让我演出走尖了。还有这样啊？其实不用我道歉。没有煎熬，没有煎熬，高兴。这个老师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捧哏演员。哎呦，你这夸我！在台上的一个成名的逗哏演员，绝对离不开一个好的捧哏演员。你瞧这话，在台上跟他演出，都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的舒服。这些都是话，不是包袱，这真不是包袱，就是特别舒服。他台上那种思维，你跟他合作特别舒服。你给他说什么呢？跟他撂地上。第三天，这个家长叫刘景晴啊，不在了。然后这个死了，不在演出啊，不在这演出啊，没演出啊，然后没死呢，还能再坚持几天？几天？三两天。他死了，你能高兴吗？我来这个啊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老师，哎，愿跟这老师合作，我也乐意跟您演出，在台上特别的开心啊，是吧？啊，跟这个老师。真的，咱们大伙儿哎，跟我自己开心，那就不够了。哎，那吃饭让我愿意跟您合作。哎，好好啊，我希望就是在以后的演出当中，别忘刘晓婷请假，哎，尽量的把你们靠在一块儿。看看小龙都经历了什么。我有事儿，有事儿，我有事儿，我约了人了，其实不是。哎，我约了我们那个刘老太太挖野菜。刘老太太，来不了。这二哥就是这么黑的。我晒不黑无所谓，我拉着他挖野菜去。哎，就中午十二点，哎，找野地里，我们俩挖野菜，晒死他。你说你的，你开始表演你的节目，人家小龙幽默的小包袱都给打了。快点，我那天不有事儿吗？能帮我，能帮我。我能帮你吗？别停了，我才能接着说呀。没事。小龙对于仔仔的根深蒂固。喂，是仔仔吗？哎呀，剧场经理过来批评你。哎哎，是仔仔吗？是仔仔吗？喂。是假的。三天了，好，每天在下午都没多。哎，终于知道九泰为什么没去团综了。毕竟人家张老师来的年头很长了，能过过一个是一个。人郭老师说了，说什么？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？寿命啊！你的搭档叫刘晓婷，哎，就是他为什么不来演出呢？养生啊。你老是自我催眠。哦，其实不是，大伙儿都知道他干嘛去了。他干嘛去了？人家录团综去了。朝来唱我七勇火，今天录像人真多，看样子不对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那你怎么没去？哦，我怎么没去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连字儿还没有呢。我现在的现状，你得有点危机意识。我得有危机。为什么人不带你去呢？我为什么？你知道你不就能有份吗？学说话，学说话，行吧？没问题，说话我太擅长了，知道吧？说话这方面我太擅长了。咱也，我从小我妈就特别盼着我说话，刚一说话她就盼着我闭嘴。好像费劲巴拉教我说话呀，然后更费劲巴拉教我怎么说。我现在觉得他不让你去，可能不是因为傻，因为话多。不能，你说四哥。